大家听我一句话，帮主的话很有道理。行走江湖，不能只图享乐。长乐帮的名声不是太好，积德行善，普度众生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先生，我们来长乐帮就是图一个钱财。可是石帮主这么说，那不是让我们喝西北风去吗？ 你们不听话，那就是不认我这个帮主啊！谁敢断了我们的财路，我就跟谁拼命！关帮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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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关
有谁敢犯上忤逆，下场就如此人。司徒帮主当年委任十帮主，大家亲眼目睹，有谁敢不服？这长乐帮里，我被海时第一个忠心耿耿，为帮主马首是瞻。今天你们要是为难帮主，不顾帮规道义，就莫怪我被海时不顾兄弟情义。愿听帮主差遣。愿尊石帮主为帮主。愿听帮主号令。愿听帮主号令。帮主，觉得如何呀？不满意，大大的不满意。这个往日的旧账啊，还是算一算的好。算旧账？怎么算呢？这个前段时间有个老头要灭人家满门的事，你们办的怎么样了？确有此事，我们都办完了。我娘说了，要积德行善，不能作恶，那个白首猿猴也留不得。明白了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照办吧。是。哎，等等，这个事情谁办呢？陈堂主和米堂主。我记得办这个事情还有一大笔赏金，是吧？是的，没错。人要打板子，赏金收回。什么？凭什么打我们？这是什么事啊？该罚。该打多少啊？100大板。啊，这帮主，打狼牙棒会伤了身体，减半如何呀？行，50大板，50大板。哎，先生，先生，贝先生，来人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先生，先生，你昨天不是犯病了吗？现在没事了？嗯，昨天晚上我可难受了，可是睡一觉就好了。命大。老伯伯，你说我要练多久才能像你一样啊？100年吧。100年？嗯，这100年是多少天啊？你说我要是天天练，很快就能练成了吧？你练吧，练得越勤你死得越快。老伯伯，你不要骗我，我才不上当呢。我从来不骗人，也不骗你。你知道吗？这两股内力一阴一阳在你肚子里面搅和，那你就完了。嗯，我是觉得我肚子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，可是你要杀我，直接把我扔了不就完了吗？用不着这么费事儿。相不相信随便你。老伯伯，你是不是又想骗我？求你啊，我才不上当呢。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真是对牛弹琴。
这小子这么胡闹，一定是看出什么来了。照这样下去，我们可都得完蛋。先生，你可得想想办法呀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依我看呢，这是好事儿。啊！石帮主的名号，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了吗？我们不妨听他的，让每一个人都知道石帮主的善举。侠客岛的人来了，就不会以为这个帮主是假的。怎么样啊？什么？还是要你当帮主啊？哎，我就纳闷了，今天我都这么逼他了，哎，贝大夫照单全收。今天我杀了个副堂主，又打了两个堂主的板子，他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哎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看来啊，他们是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让我当这个帮主了。呀！我，你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不管你当不当什么帮主，反正我不想当寡妇。听到？怎么，后悔了？谁说我后悔了？我叮叮当当三针九裂，我从一而终，绝不后悔。哎呦，我就是不想让你死，你必须要给我想出办法来。哎，不然这样，我们把事情搞大，怎么样？哎呦，还怎么搞大呀？他们不仁不义，那我就不顾兄弟情义，我干尽所有坏事。我就不相信了，他们能留得住我。侠客岛十年之期转眼就到，贤弟此去联络各大门派，共同应对侠客岛，其责任重大呀。掌门师兄，我夫妻二人既然行走江湖，豁出性命自然是在所不惜，只是挂念我那不争气的儿子，万一我们俩出了什么事，孩子在外面闯下什么大祸，还望掌门师兄千万多多担待，别让他受人欺负。师妹你放心，雪山派只是玉儿的师门，咱们武当才是玉儿的本家，孩子有难，我这个当师叔的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啊。那好，各位师兄保重。告辞。保重，保重，保重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你们欠我陈某的钱。这怎么回事？一笔勾销了。老爷，这没了欠条怎么还钱呢？是怎么还？你耳朵聋是不是？我不要钱了。不要钱？什么意思？那是要命啊！命！老爷。你们这帮穷鬼，现在不要你们还钱，也不要你们还命，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要你们拿米来。啊？都别吵了！别吵了，听着！别吵了，听见没有？每人领一袋米，都给我滚，滚，快滚！领啊！快拿呀！这下可亏大了，石仲玉
我一定要弄死他。大哥，欠条说完了。乡亲们，打今儿起，你们欠我们长乐帮的钱就一笔勾销了。而且以后的脏活累活啊，都不用你们干了，由我们洪福堂的人来干。当然了，工钱呢，咱们照发。不可能吧，秘堂主，这活还是让我们干吧？你见识吧，不让你干活，你手痒痒啊？不是，如果不让我们干活的话，就不可能有工钱呢。我们家还等着米下锅呢。把钱发给他们。分呐！真分了？快分吧！分钱！这我们不敢拿，要你拿你就拿着，快给我拿着，拿不拿？快拿！拿完赶紧走啊！拿完赶紧走！谢谢啊！老大，让咱们兄弟们这么干苦力，你让苦力白拿钱，这咱有病吧？帮主让咱们做善事，谁敢不从啊？这位女侠，我家师父今日不在，还请女侠择日再来吧。哼，这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想见谁，谁都不在。我告诉你，你去告诉鱼茶那个老道士啊，奶奶。如果他不见我的话，石小翠一辈子都不见他了。阿秀，我们走。白夫人，请留步。师父，无量天尊，贫道天虚，拜见白夫人。鱼茶那个老道士为什么不见我呀？难道他也被侠客岛的人给抓走了？原来白夫人已经知道了。什么？哎呦，我在山上待了这么些年，真不知道江湖上出了这样的高手，连鱼茶和妙地这样的高手都能被他们抓了。那是叫张三和李四的，是侠客岛的二位使者，闯入我武当三清殿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啊！我认输了，阁下功夫很好，真是令人好生钦佩。不知阁下是何门何派的武功？这，你是如何得到他的？侠客岛。好，我跟你走。各位，我跟他们去了。天虚兄弟，我当年答应过石小翠，把太极刀传给他，
她后来嫁给了白自在，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。她什么时候来到了武当，就请你圆了我的愿望。是，告辞了，保重，大师兄。那鱼叉在一招之内就被制服了。哎，这三十年来，只要我一闭上眼睛，就是张三的那一剑。要说起武当派的功夫，大大小小也有几百套，可就他那么抬手一剑，没有一点破解的可能，分寸、尺度、方位、速度都把握得恰到好处，差一点点也不行。真是个噩梦啊。奶奶，我想回去了。为什么？张三李四专门去找各个门派的掌门，那他们也会去找爷爷的。那就更要练成我的金乌刀法了，除非我战胜你爷爷，要不然怎么对付张三李四？那么今年这个张三李四又来了吗？正是，我现在是武当派的掌门，恐怕也难以逃脱了。这腊八粥到底是什么滋味？这鱼茶到底是死是活呢？这个恐怕得贫道到了侠客岛之后才能知道。白夫人，十年之期已尽，我正担心白夫人不能来呢。今日以来，足慰我心。贫道现在就将太极刀法传授于你。多谢道长。老板，今天可是我夫人的生辰，你可要给我伺候好喽！啊，好，客官您放心，酒菜都已备好，就等您吩咐了。嗯，不错，好吧，去吧。好，去吧，夫人请来。是。啊，师姐，师姐，头疼！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帮主啊！呀，哎，帮主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去请贝大夫来啊！等等，哎呦，怎么了？你请贝大夫来干嘛？那你生病了，那不请贝大夫来，你抓着我有什么用啊？哦，你不会是又想让我安慰你吧？切，陈堂主。米堂主去哪儿了？啊，你不是现在不舒服生病了吗？你管二位堂主干什么呀？我问什么你就答什么。是，二位堂主现在都出去做善事了。嘿，他们还真听话。我说帮主，你现在还难受吗？要不要去请贝大夫来啊？去请展夫人过来。还展夫人？我说你现在不是不舒服吗？请那个胡妹子来干什么呀？展夫人会按摩，能治我头疼。按摩？我这……哎，要不然我还是告诉贝大夫一声吧。展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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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了个病不请大夫，请夫人，真够可以的。叮叮当当，这回要逃出去就看你的了。夫人真好看，堂主看了呀，一定眉开眼笑的。展夫人，急什么？夫人的妆还没化好呢。夫人，石帮主请您过去一趟。知道了。哎，这个女人出个门呐，就是麻烦。怎么还不来呀？展堂主，嗯，这么巧啊！丁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呦，这么丰盛啊！哎呦，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？啊，是我夫人的生辰，啊。哦，是您夫人的生辰啊？嗯。哎呦，
您想的真是周全啊。哎，这石帮主对丁姑娘不也一样？来，詹堂主，我跟您喝一杯。你啊，真是大好人。来，我敬你。丁姑娘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展堂主，您在我心里那可是行侠仗义啊。哦，情有独钟啊。不像他。哎呀，这个石帮主是不是在外面碰到哪个小姑娘让丁姑娘不高兴了啊？他身为一帮之主，有个三妻四妾不也正常吗？要是真的看上谁家小姑娘了，我又能拿她如何呢？来来来来，站好站好，今天我们长乐帮积德行善，乐善好施啊！你们这帮穷鬼欠着本帮的租子还不上，是吧？哎，我请你们喝粥，来来来，都喝粥，快点快点，快点过来喝粥。来来来，那个老头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大爷，就是你，你看什么呢？过来，都给我听好了。我们石帮主宅心仁厚，立下了帮规，让我们积德行善。之前我陈某的施威堂，现在改成叫施恩堂了，赈灾救民。哎，给我吃。你倒是吃啊，你不是饿了吗？长乐帮，长乐帮，千秋长乐，千秋长乐。石帮主，对，兄弟，石帮主，长命百岁，长命百岁，长乐帮，千秋长乐，石帮主。哎，小兄弟，贵帮的帮主不是司徒恒吗？怎么变成石帮主了？啊，司徒恒是老帮主，石帮主是新帮主。那请问这位石帮主多大年纪了？也就20出头吧。那他为什么要做善事呢？我们石帮主是个大孝子，他娘要他积德行善，所以帮里的弟兄都改邪归正了。那您知道他是哪里人，叫什么名字吗？哎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？哎，来来来，你们吃你们吃啊，吃馒头啊。他姓谁？来来来来来，金哥，你说这位石帮主是不是玉儿啊？帮主是哪儿不舒服？我给你揉揉。嗯。哎，我头疼，你往肚子上摸什么呀？帮主哪儿不舒服，我都能给你治好。别着急嘛，先聊会儿天。你小子还挺上道的。是不是想我了？嗯，是。那你不早点叫我过来？我不方便吗？这丁姑娘今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？詹堂主，有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好久了。我不是那挑事的人啊。嗯。但是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跟您说。哦。自从上次在春满楼见到您夫人，哎呦，他对你夫人那是念念不忘啊。啊，哎呀，你看啊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您夫人过生日，到现在都还没来。你再想想，
他出门的时候，哎呦，穿的是什么衣服呀？哎呀，嘿！丁姑娘不在，方便得很。嗯，说起丁姑娘，万一她来了怎么办？我知道，丁姑娘不让你得手，所以你心急火燎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的还多着呢。你不怕外边有人看见？你是帮主，你不怕，我怕什么呀？哎呀！不行，小翠儿，夫人呢？夫人去了总舵。跑什么呀？别着急嘛。果然还是个奶娃子，抹不开面儿啊。要不然，我们先喝喝茶。喝茶？你干嘛？哟，别躲呀！哎呦，爸，叮叮当当，再不来我就死定了！哎呦，我，这就对了，来吧。你们站堂主，哎，站堂主，你在干什么？啊，我跟五娘练武功呢。小淫贼，我宰了你！小杂种，五娘救我！展飞，五娘，你躲开！哎，展飞，哎，站住！小淫贼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救命！我和你女人何必呢？回来。大夫，大夫，怎么回事？这小子他抢了我老婆！帮主，你脉象紊乱，应该回房休息啊。你，我们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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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是贝大夫，他是帮主。大家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们长乐帮收了我们长剑帮的钱，不办事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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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各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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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话好好说。好好说，你们长乐帮收了钱却不做事，如何立足于江湖？废话少说，还钱！还钱！等等等等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找他就对了。大家辛苦了。哎，不敢，师兄客气了。找到我娘和阿秀了吗？从武当派传来的消息，应当是老夫人的样貌。啊，好，大家分头去找。十天之后，在此地会合。是是。哎，几位大侠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来来来来来，里面请啊！奶奶，不好了！干什么呀？大惊小怪的。我看见我爹他们了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收拾东西离开这儿。几位大侠可是要住店呢？是，给我们五间上房。哟，真不巧。那本店只有两间了，两间啊，也不知道几位大侠能不能将就将就啊。不必了。小二，哎，这离武当山还有多远？哦，过了前头那座山就是了。我们走。
让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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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让开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快点，走！快让开！哎，你。耶！好了吗？还钱！好兵还钱！好还血债！好兵长乐帮！好还血债！长乐帮出事了。走。哎，干嘛？你是不是买东西啊？是啊，我来你店里不买东西干什么？好，好，好啊！这么多款式，您随便挑啊！哎，来来来，哎，来，哎，酒汤，看着挺舒服的。好，都快点啊！仔细搜，打开啊！我要躺下试试。哎，客官，你这是？我去！喂，客官，你们有什么事啊？有没有看见过有人进来啊？没有啊。真没有？真没有啊。再说一遍，没有。没有。老头，你可想清楚了，快点说。你们找谁？啊，这位兄弟，我想找你们石帮主。石帮主，我们还要找他呢。啊，青哥，难道玉儿出事了？不用担心，不一定是玉儿。其他人跟我走。您怎么躺棺材里了？让咱们兄弟们好找啊！我躺着睡会儿觉不行啊？行，您想躺哪儿都行。这贝大夫请您回去一趟。过来，哎，贝大夫，没让你们杀了吧？杀你？哪敢呢？请您还来不及呢。是，请您回去。哎，贝大夫，啊。哪儿去了？哎，那边看看。帮主，帮主，帮主！
花女侠。石庄主，石夫人，你们也来了。白师兄呢？他来了吗？没有。找到玉儿了吗？还没有。看来你们也没有找到。石庄主，石夫人，咱们有约在先，不管谁找到，都必须送到雪山派受罚。找到再说。那是当然。先生，说来可笑，石青夫妇居然放出狠话，说抓住他的儿子，要么一剑给杀了，要么送回雪山派，让他师兄们处置。姓王的，你等着，等我爹您来了报仇。这叫管教，师父管教学生，这叫天经地义。等你爹和你娘来了，再给你算账。你干什么？来人，把他压起。我不是给你们东西吃了吗？吃什么呀？快走快走！不是不是，别废话。哎呀，你们看看，你们看，平时咱们关心那么好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进去吧你，进去。哎呀，我，哎，我，哎，石仲玉跑了，石仲玉跑了。石仲玉，你误伤同门师兄弟也就罢了，没想到你半夜跑出去，想侮辱祖师爷的孙女，这传出去，我们雪山派还怎么在江湖上立足？你爹娘玄素双剑，在江湖上怎么立足？他们都将背负上你这个淫贼儿子的罪名。跳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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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跳啊！你怎么跳啊？快跳！你跳！你跳！你就解脱了！跳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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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石庄主，石夫人，咱们有约在先，不管谁找到，都必须送到雪山派受罚。那是当然。雪山派害我，爹娘不管我，难道我真的要一辈子待在长老帮，当他们的替死鬼？哎，往往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的话，你就躲到这里来，等长乐帮的人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，你再找机会偷偷的溜出去。好，我现在回去，我想出来就出来。我真的太聪明了，这些都是我的。帮要是内乱，我就可以躲到这儿，我想出去就出去，逍遥快活。那不是以后
就可以出谋划策，掌握全局了吗？贝先生，城里城外都找遍了，连个人影都没见到。不能松懈，继续去找。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有人上门做生意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做什么生意？一般的生意，属下也就推了。可这件事非同小可呀。说。有个帮派接到了赏善罚恶令啊。什么？侠客岛的人来了？哦，他们说了，只要咱们有办法，他们愿意出重金。开什么玩笑？侠客岛是银子能解决的事情吗？也是。赏善罚恶二使出现江湖，可石帮主偏偏不见了，这不要咱命吗？谋划了这么久，绝不能功亏一篑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一惊一乍的，成何体统？听说石帮主不见了。十二分舵的舵主已经连夜赶过来了，说是要见贝大夫。这么快？耿兄，白兄呢？白兄，真巧啊！我想我跟你都是一样，都找长乐帮石帮主是吧？现在还不确定，此人一定是钟玉。是不是钟玉，大家应该心里明白。就算真的是他，我也会遵守承诺，带他回雪山派。好。口说无凭。大家连夜赶来，有什么事儿啊？贝先生，有没有帮主的下落呀？诸葛乔，你急什么？不是正在找吗？依我看啊，干脆别找了。你是什么意思？让我说，帮主不在，这是好事儿。马堂主，帮主不在，怎么会是好事儿啊？俗话说，各行有各规。我们长乐帮，一向都是靠功夫赚钱，凭手艺吃饭。可是那个帮主让我们当和尚做善事，这是坏了规矩，断了兄弟们的财路。这个帮主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就是啊，我们长乐帮做善事，说起来都被人笑死了。还帮主，还帮主。俗话说，道义有道，他连兄弟的老婆都抢，这种人做帮主，谁能服气？谁能服气？不也？对呀，让他做帮主，以后我们长乐帮就改名叫王八帮了，对吗？你骂谁？住手！石帮主倒行逆施，天怒人怨，我们不要石帮主，我们换。换帮主！换帮主！换帮主！帮主！你们干什么？换帮主。换谁啊？换你？我不行不行，既然没这个胆，就别在这说这么多废话。换帮主？你们给我找一找看一看，啊！你们把你们自己的手指头拿出来算一算，现如今的帮派有哪个帮主是正儿八经的帮主？哼，让他当帮主，我们横竖也得饿死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就是就是要换帮主，换帮主，换帮主，换帮主！大家听我一句，再给我十天的时间，十天之后，再找不到帮主的话，我会给大家一个答复。奶奶，我们快点走吧。哎
呀，你怕你爹怕成这样？虽然他是你爹，我还是他娘呢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哎，这儿有条船，你快去问问这个船家，这船能搭吗？哦。船家，我们想搭您的船，可不可以啊？小翠。嘿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翠？哦，阿秀，你看，奶奶告诉你的，没骗你吧？以前我很有名的。对呀，我是小翠，你是哪位呀？我叫丁布寺。哎呦，哎，丁布寺啊，你怎么变这么老了？你也不年轻啊。喝死你！喝死我倒好了，再也没人笑话我说我是王八了。我没用，活该戴着绿帽子。啊，可你呢？你怎么就那么贱呢？还给人送上门去了？我在这长乐帮上上下下的脸还有地儿搁吗？老娘这是为了谁呀？还不是为了你！哼！哎呀，小翠，我以为你在雪山派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可看你这么憔悴，看来你跟那个老混蛋过得并不顺心呐。他骂爷爷。他说的对，你爷爷就是老混蛋。你当年撇下我走了，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，可是你不愿意见我。我只好将一腔心思化作了诗句。哦，原来就是他每年都给你写诗啊，害得你和爷爷吵了好几架。我，哎呦啊，秀啊，他写的那叫诗吗？啊，整个文理不对，驴唇不对马嘴的。小翠，为了纪念今日我们重逢，我又为你写了一首诗，我念给你听好不好？啊，半夜月皎皎。哎，丁布斯，不要念了。太吵了。哎呀，吵到你了，你想休息啊？嗯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小翠，我们今日在此偶遇真是莫大的机缘，我心中真是难以平静。睡觉。是。哎，小二，哎，来了，加水吗，客官？给。好嘞，谢谢，你慢走。你们盯着他。是是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石中玉他失踪了。失踪算什么呀？死了才好呢。你，好久啊。爷爷，我跟他约好了在茶楼见面，可都两天了他也没有来。啊，这小子找不着了，真的吗？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，爷爷给你去找，你看怎么样？嗯。帮主不在了，你还摆上这些吃的喝的，心里是不是还盼着他回来啊？
他那么娇贵，跑外面去受苦，这得多遭罪啊！想情郎了吧？哎，这哪有啊？叫你胡说！我的，贝大夫，贝大夫，你们俩先出去。是是。贝大夫，贝大夫，丁姑娘回家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，属下一直盯得很紧，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出入。下去吧。是。先生，十天的期限已经过了三天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这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干脆咱们别找了。那怎么行？继续找。是。要是让我抓住这小子，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哼，你还有脸说呢？不是你起那哄，他能跑吗？他抢了我老婆，你跟我吼什么吼？我就吼。你这么好了，别说了。他孤身一人，身上也没钱财，应该走不远。好好盯着丁府，说不准帮主就在他的府上。传令下去，不要大张旗鼓，暗中巡防。等他放松警惕了，找他就容易了。是是。贝先生，不好了，诸葛球和马上峰他们闹得要散伙。走，去看看。走。诸葛球，说好了十天的，现在你们俩就闹得要散伙，什么意思？哼，没办法，骡马要吃草，再这么干等下去，老婆的嫁妆都要被花光了。今天所有分舵的堂主也都在外面，我们还是请贝先生拿个主意吧。你们人多势众，还是你们拿主意吧。贝先生，我们也没别的意思，这俗话说得好，蛇无头不行，既然帮主失踪了，那就不如把陈乐帮给撤了。你，我们各走各的路，各干各的。马上峰，你这是闹着要散伙！放手！现在各个堂口都有自己的行当，各地分舵也都有他们的地盘。散了伙，该杀人的杀人，该绑票的绑票。陈堂主，你去码头；李堂主，放高利贷。这日子过得多痛快啊！你们这是想自立门派吗？难道你们就不怕赏善罚恶二使，不怕侠客党的腊八粥？我们散了伙，各自为政，没了帮派，啊，还要帮主干什么？你们说够了吗？十二十年心血都在长乐帮这三个字上，我辅佐司徒帮主，辅佐石帮主，让数万人衣食富足。你们扪心自问，你们这么做对得起帮主，对得起我吗？想闹事的话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你们想死吗？贝先生所言极是，既然我们现在群龙无首，干脆请贝先生当我们的帮主吧。Thank you.
会不会是有人假扮的？除了我们，还有谁敢假扮侠客岛啊？侠客岛重现江湖，诸葛求马上峰想让我做帮主，他们是想让我去死。难道答应他们散伙不成？散伙，也就你想得出来。先生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只有一个办法，找到石帮主。找到他，这个小子继续找麻烦。哼，我可不干。说的是啊，腿长在他身上，他要是再跑，我们也拦不住啊。是啊，找到他，我自有办法。喝下这个，任你功夫再高，也会迷失心神，如同提线木偶一般，百依百顺。有这种神药，先生为什么不早用？这是毒药，用多了会死人的。凡得我玄铁令者，我绝不会伤他封口。但有所求，哪怕是要我自己的性命，也必应之。来，吃饭了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一天到晚吃饭，不吃了。再不开口求我，看你能吃几顿。我，你想说什么？我确实有件事情想要说。只要你肯开口求我，你说什么我都可以帮你办到。咱们家没米了。老伯伯，你不高兴了？你好像很高兴。我们啊，下一次山不容易，多买点吃的呗。是帮主，没错，我回去告诉贝大夫，你跟着。好。贝大夫，我们找到帮主了。先生，摩天崖，这消息可靠吗？这血岩客护着他呢，那我们还救什么？你们先出去，让我想一想。是。狗杂种，这么晚了，你想饿死我呀？狗杂种，娘，娘，叫你练功别练得那么厉害，跟你说了多少次，偏偏不信我。你可千万别死，你还没开口求我呢。二位客官，里边请。来两碗面。好嘞。二位等会儿。妹妹，他没有跟来。是啊，哎呦，这几天呢，为了躲这老家伙，一宿好觉都没睡。这下好了，阿秀啊，好好吃。这的面很好吃吗？当然啦，哪儿的面呀？都比凌霄城的鬼地方的面好吃，一会儿啊，你尝尝。好，小二，快点。哎，
小翠，阿雄，吃碗面啊。阿雄啊，快点吃，吃完之后呢，爷爷再给你买别的东西啊。你又不说爷爷，奶奶，吃面吧。哎，这孩子真没眼力劲儿。石小翠是你奶奶，我怎么可能不是你爷爷呢？阿秀啊，快吃啊，吃饱了咱们好赶路。好。小翠啊，跟我去碧罗岛吧。啊。哎呀，定不寺，我是有丈夫的人了，跟你去碧罗岛干什么呀？哎，既然都来了，就别回去了。嫁给我算了，嫁给你？哎呦，小翠，嫁给我！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就成全我吧！啊，好吧，丁不思，要我嫁给你是吧？也容易，除非你打败我。真的？真的。好。阿秀，我们走。哦。先生，什么事？诸葛乔、马上峰又把门给堵了。他们来做什么？他们闹着要查总督的账呢，还说要拿回这几年帮中的分红，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十天期限已经到了吗？没有，明天是第十天。告诉他们，明天去迎帮主回来。哪个帮主？石帮主。是。我收你入门，教你武功，你要逃走就是背叛师门。师父，弟子这么年轻，就让我去见见世面吧。既然你贪图富贵，就不是我的弟子，我一掌打死你。这个鬼地方，习武有什么用？武功再强有什么用？你就是打死我，我宁可被你打死，也不会老死在摩天崖上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
这儿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老伯伯，我昨天晚上好难受啊，你把你的手搭在我的后背上，很暖和的，就是不知道怎么我就睡着了，一睁开眼睛你就不见了。老伯伯，我是不是病了？你快没命了。老伯伯，你功夫这么好，我不会没命的。人的经脉是相通的，你练得越快，体内的阴阳二气就会越强，汇聚在一起，五脏六腑就会承受不了，你快没命了。老伯伯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不过我知道你是不会骗我的。你看，我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你不懂武功，不懂经脉，心无旁骛，无欲无求，所以你可以活到现在。但是，你的命不久了。哎，老伯伯，这个人是谁啊？要你管？狗杂种！哎，老伯伯。贝先生，江湖上都传闻，这摩天崖上根本就没有路，从来就没有人上去过，只有那谢延科自己，仗着一身出神入化的轻功，飞上飞下。先生，我们三个加到一块儿，恐怕也不是那老头子的对手，要不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既然来了，上去看看再说吧。贝先生，咱们何必冒这个险呢？这万一要是摔下来，人生在世难免一死，但有一线生机，也要冒险拼死一搏。醒醒！狗杂种，起来！快救我！开口求我！快，快起来！开口求我！快救我！开口求我！快！我快死了！你不能死！你死了，谁给我做饭？醒醒！你得了我的玄铁令，我就当作你求我。
能把你救活，我这把老骨头就当作扔了。师母他是你害死他的。你这是为什么？他就是我的孩子，你不要杀他。小心，就自行了断吧。师母替弟子受了师父一掌，弟子感激不尽。我不敢请师父原谅，可弟子当年挨了师父一掌，丢了半条性命。虽然自医自药成了半个名医，却从此落下病根，想娶妻生子都……我跟妻子将你视为己出。你贪图富贵，抛弃师父，害死师母，你还不肯自尽，难道要我亲自动手吗？师父，你来此为何？师父，弟子此次前来有一事相求。那个人是我们长乐帮帮主，我想将他带走。什么狗屁帮主？我天涯上只有一个狗杂种。可他是我们长乐帮帮主。放屁！劝你乖乖地滚下山去，我永远不想再看见你。那个人，我今天一定要带走。师父，你脸色苍白，内息紊乱，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，要不我帮你把把脉。身体，弟子告辞。哎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！起来起来！哎呀！你干什么呀？切，你瞧，我让你念书呢，你这是念书呢吗？啊！找不到石中玉，我干什么呀都没有兴趣。嗯。哎，你去给爷爷打壶酒，没准就能碰到石中玉了。骗人！你想喝酒啊？自己去啊。我告诉你，长乐帮找到石中玉了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骗你干嘛？那我走了。哎，把这个带上。走了。切。伤成这样，还有什么用？
不如宰了算了。看起来伤得不轻，也不知这谢贤客动了什么手脚。只要有我在，他就死不了。你们先出去。是，是。姑娘，让我进去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帮主刚受了伤，正在里面医治，你先回去，等他清醒了，我保证让你见他。哎，丁姑娘，追！丁姑娘，玉哥哥，丁姑娘，玉哥哥，丁姑娘，先生，玉哥哥，玉哥哥，他怎么了？是帮主练功走火入魔，受了内伤。他要是死了，那我……丁姑娘，请放心，人家叫我贝大夫，可不是白叫的。你最好治好他，不然我找我爷爷来收拾你。爷爷，我的事情你管不管？爷爷，哎呀，好久啊！怎么办啊？石钟玉病了，我感觉他好像要死了。这小子要死了？真的吗？嗯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小子就是一个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。他死了，你放心，爷爷再给你找一个武功高强的郎君，这多好啊！嗯，来来来，喝一口。嗯，我不喝。哎，这可是爷爷的宝贝药酒，你平时爷爷还不舍得喝呢。来，咱俩庆祝庆祝。嗯，你。我告诉你，这酒啊，包医百病，你不喝，哼，不喝拉倒。去！哎呀，好酒啊，好酒！哎，老头子，谢谢你的宝贝药酒，用一下。你，哎呀，哎呀！
水。哎，丁姑娘，你不能进去啊！哎，丁姑娘。哎呀，丁姑娘！哎呀，丁姑娘，丁姑娘！喂，不是你们，把他变成这个样子，还有谁啊？那我们也不想这样嘛。这个是爷爷的宝贝秘制药酒，疏通经络的，你喝喝看。你可不能死。丁姑娘，帮主不能喝酒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可是秘制的药酒，能包治百病。帮主内力混乱，岂能胡乱用药？丁姑娘，你还是先回去，让帮主好好休息吧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帮主，你好些了吗？你是谁？我是你的属下，贝大夫。贝大夫，you
你们都看见了，石帮主已然安然回来，散伙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，大家安守本分，将长乐帮发扬光大。是。贝先生，帮主的病好些了没有？怎么，你不相信我的医术？哎呀，不敢不敢。还有一件事想问一下，之前帮主让我们做的善事，这个事是不是免了？按老规矩来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等帮主醒了，我劝劝他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贝先生，谢谢贝先生，谢谢贝先生，谢谢贝先生。帮主啊。啊。这是给我吃的吗？是啊，吃吧。可是我没钱啊。免费的。嗯，真好吃。以前都让你吃过那么多次了，没有一次听你说好吃呢。哎，贝先生，你先出去。是。帮主，你好些了吗？我叫狗杂种，不是帮主。这世上没人叫狗杂种，你是石帮主。我娘还有老伯伯，他们都是这么叫我的。是吗？狗杂种。哎，帮主，你得了重病，之前的事儿记不清了。可是，之前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啊。帮主，你喜欢这儿吗？喜欢。可是。可是什么呢？我没钱。没关系，喜欢就好，不要钱。不仅不要钱，金山银山随你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们的帮主。如果你不是帮主的话，我怎么会救你？怎么可能给你住这么好的地方？哎，老伯伯呢？他是坏人，他要害你。老伯伯不是坏人。你记住，你是石帮主，是长乐帮的帮主。我是狗杂种，我要是改了名字，我娘要是找我怎么办？你是长乐帮的帮主，就能找到你娘。真的吗？那我以后都听你的，我全都听你的。这就对了，以后有人叫你帮主的话，你要答应。嗯。是帮主。哎。好，那你就休息一下，告辞了。先生，怎么样？已经醒了，只是伤还没好，有些事情记不清了。就是说人糊涂了，那还能治好吗？尽力而为吧。这么说，是贝大夫把我从摩天崖救下来的？我可不知道，自从你失踪以后，人家吃了多少苦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。嗯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，帮主啊，奴婢叫世剑，世剑。哎，对了，我的小泥人呢？啊，小泥人，我去给你拿。谢谢你。怎么又是你的呢？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是世剑，世剑嘛。哦，谢谢你，世剑姐姐。姐姐，
哎呦，是妹妹，妹妹！谢谢你。谢谢谁？谢谢世界妹妹。我去把水放好。太阳一样。是老天爷长眼，你抢我老婆还让我戴绿帽子，我今天要报仇雪恨。夏公主，你要干嘛？不，有刺客，有刺客，站住！站住！谁干的？展堂主是从那个屋子里飞出来的。扶他进去。是。来。帮主。石剑。哎，贝先生，你看石剑呢？石剑。贝先生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贝先生，就是刚才展堂主，他进来杀帮主啊。帮主。帮主练什么功夫，内力如此强劲？啊，我……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情。先生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展堂主，究竟为了什么？说，不然我一掌打死你！好。他说我抢了他老婆，找我报仇，可是我没有。你要杀便杀，何必在这侮辱我？呸！狗杂种！你认得我？化成灰我也认得。那太好了。帮主，既然以下犯上，应该处以极刑。极刑？什么是极刑？就是看帮主要他怎么死。死？为什么？你很喜欢杀人啊？不，先压下去，明天再治他的罪。是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哎，等等！世剑，帮我拿一些绷带过来。帮个忙，把他手托起来。你要干什么？别动，手臂断了就要接上。从前阿黄的腿摔断了也是这么接上的。帮主，谁是阿黄？阿黄是我的狗。你竟然把我当成狗！白痴！哎，阿黄可比你好，他可不咬人。狗杂种！哎。好了，我累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你不杀我了？为什么？你叫我狗杂种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杀了他呀，笨蛋！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时间，好好照顾帮主。是。
帮主，先告退了。帮主啊，你刚才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没事儿。你快去休息一下吧。嗯。不得。老伯伯说了，这是功夫，如果练好了，就能像他一样飞来飞去的。可是，怎么才能练好功夫呢？吃的。哎呦，你饿，饿死你才活该呢！省得你喊人。你放开我，放开！你要干嘛？哎呀，姑奶奶，我饿了，都饿了好几天了，有没有吃的？你稀里糊涂的，桌子上不是有吃的吗？我要吃肉。肉？我没有肉给你吃啊，我没有肉。那这样，我们去厨房，好不好？厨房？我不去，你自己去。哎呀，走吧。行行行，你去，我跟着。你走。鸡肉行吗？哎，行行行行。来尝尝啊。不给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几天帮你都有什么大事啊？帮主您回来领导我们大家，这就是最大的事儿。帮主，他一个厨子，他能知道什么呀？在帮主的领导下，做生意挣钱呗。挣钱？挣什么钱啊？还不是原来那些生意，杀人、放贷、收租、绑票什么的。什么？
我让他们做善事，他们敢不听我的。属下死罪，属下死罪。帮主息怒，帮主息怒。哼，看在你们做菜好的份上，饶你们。记住啊，一定要做善事。谢谢帮主，谢谢帮主，谢谢帮主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去死！对人家那么的凶。哎，给我倒杯茶过来。哦，知道了。白兄，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俩。长乐帮石帮主回来了。我们也知道。你说过的事还算数吗？你放心，只要找到玉儿，我一定把她送回雪山派认罪，绝不食言。那便好。青哥，找到玉儿，你真的要送她上雪山派吗？帮主，帮主身体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帮主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闷得慌，出来转转不行啊？属下受先生委派，跟随帮主左右。哼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看石青夫妇神神秘秘的，我感觉其中肯定有问题。好，华师妹。在。你再去长乐帮打听打听，万事小心。是，师兄。哎，我前几天跟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？帮主吩咐的，我铭记在心。是吗？我让你们改邪归正，你们照办了吗？我好像听说那些生意又开张了。饿什么饿？别以为我治不了你们，惹我生气我要你们的命。哼，哎，师姐妹妹，我好饿。帮主。哎，你不是要喝茶吗？你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我饿了。啊，你刚才吃了那么多鸡鸭牛羊，你怎么还饿呀？我饿了。到底是要喝茶还是要吃东西啊？哼。小畜生，果然是你。这位女侠，你认错人了。你就是化成灰，我也认得你。你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的人就在后面，你别惹我。呸！你把我雪山派韩美女侠当成什么人了？帮主，陈当主，快救我呀！女贼，休得放肆！小畜生，你闯下弥天大祸，你以为长乐帮就能救得了你吗？帮主，没事吧？什么雪山派？就这点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敢挟持我们帮主？带走！帮主，请。好吃。帮主啊，你刚才吃了那么多了，你现在又吃这么多，会不会把自个儿给撑着了呀？哎，帮主神功盖世，大人大量，自然肚子也大。哎，帮主，这回您还满意吧？满意啊，比我做的好吃。那就好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撑着了吧？不是，我没钱付饭钱。啊？伺候帮主是小人的福气，小人不敢讨赏钱。哎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
我干活给你们抵饭去，怎么样？哎，帮主！帮主饶命啊！帮主！帮主！帮主饶命！帮主饶命！你们干嘛？别跪啊！别跪！我砍柴烧火，洗米摘菜，我都会的。你们别跪啊！哎呀，世界妹妹，他们怎么了？不是他们怎么了，是你怎么了嘛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就是想吃饭啊！啊，快吃啊！我吃饭。你喝点茶，消化消化吧。哦，来来来，走，走。帮主，请回房间休息。花大女侠，我知道你不是一个人，请问你的那些同伴都在哪儿呢？嗯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，狗贼！你放肆！陈堂主在，但凡有人来救他，一剑一剑全给我斩了！你带走。是，走走。帮主，请。今天的菜好吃吧？嗯。哎。哎，什么？还敢挡帮主的路？这让开！走，下次我再给你做几道拿手菜。嗯，世界妹妹的菜最好吃了。师兄，找到画师妹了没有？没有。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那石青夫妇俩在哪里？石青夫妇二人已经回到房间了。到底画师妹跑哪儿去了？石帮主，今天天气不错。石帮主好气色。好什么好？昨天差点人给杀了。啊，是属下保护不周。知道就好。他的同伙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那还不快去？是，属下这就去。回来。找不到人，我要你的命。是。对付雪山派，石帮主是这么说的。真麻烦，先生，属下该怎么办？与雪山派为敌，对我们长乐帮不利。行了，我待会儿找他。是。没事没事，你没事吧？小心点啊！这是什么神功？
啊，你说什么？啊，妈呀，这怎么了？帮主，这边请。哦。帮主，神功盖世，可喜可贺。哦，你也可喜可贺。属下往日多有冒犯，望帮主宽恕。属下往日多有冒犯，请你宽恕。啊，帮主。啊，帮主。不对啊，我是帮主，你不是。属下没听帮主吩咐，罪该万死。属下该死，该死，该死。啊，你坐呀，坐。属下不敢。哎，你起来说话啊！啊，喝水。啊，你不喝，是要我先喝啊？属下不敢。望长乐帮，千秋长乐，师帮主，长命百岁。你也长命百岁。好了，你不是有事跟我说吗？说吧。帮主让我找雪山派，只是……雪山派？就是雪山派女贼，该怎么处置？望帮主示下。雪山派的女贼？该杀还是该留？你带我去看看。是。我是雪山派寒门女侠花万子，你是一个好孩子，你让这位老伯伯把玄铁令拿出来，交给我们雪山派如何？看什么看？放肆！哎，你认得我？陈堂主，为什么他戴着手铐脚镣啊？回帮主的话，不给他铐上，怕他不老实。不老实？他犯了什么错啊？对帮主不敬。哎，陈堂主，我们把他放出来好不好？这。是，开门。是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出来吧。要杀就杀，少在这里假惺惺的。花姑娘。啊，哎，你叫花姑娘？淫贼，你还有脸叫我？不要放肆。你装什么糊涂？你在雪山派干的混账事，你认不认？我没有干混账事儿啊！你，哎，花姑娘，你腿怎么了？花姑娘，既然你腿受伤了，不如去我们帮主的房间调养一下。花姑娘，陈堂主说的对，你不如到我的房间里面，我给你找个大夫看一看。我绝对不会跟你走，帮主。你先回房间等着，随后属下给你办的称心如意。要杀要剐给个痛快，你还啰嗦什么？哎，花姑娘，你看这儿并不好，你的腿又受伤了，那我们要是不给你找个大夫，你自己找个大夫啊？到底有何居心？陈堂主，花姑娘这么生气，她腿又受伤了，我们放他走吧。这，你若想用我做诱饵，将雪山派一网打尽，我劝你早日断了这个念想。什么网尽呢？哎呀，这儿这么差，花姑娘你走不走啊？你真的让我走？我的剑呢？
剑，陈堂主，你拿了他的剑啊？把剑拿来。是。帮主，你是不是故意放他走，引出雪山派再一起抓回来？为什么要把他放了再抓回来啊？帮主，啊，我来。嗯，是。哎，快把他的手铐脚镣解了呀！哎，花姑娘，你的剑。哎呦，花姑娘，我怕你了，你要走就走，你不走你进去，我不跟你说话了。姓石的，我问你，你让我走是不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陈堂主，你快放了他吧，他真要一剑刺了我，我可受不了。都把刀放下，让开。帮主，属下过来帮你把脉。帮主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能进去吗？对，大夫。帮主，帮主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哦，那个花姑娘可凶了，她要拿剑杀我。哦，我们进去再说吧。好。帮主，你跟花姑娘雪山派有过节？我只认识花姑娘，不认识雪山派。我听陈堂主说，你想对付雪山派，这样做有点不妥呀。要知道，雪山派乃江湖一大门派，人多势众，我们跟他都会吃亏的。那我做错了？你虽然是帮主，但毕竟还很年轻，很多事情想得不够周全。这样吧，以后遇到这样的大事，你先告诉我。我都说了，这个帮主我做不了。哦，哈，你别怕别怕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个花姑娘，你把她杀了也可以，就是把雪山派杀光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啊？杀人可不行，我娘会打死我的。大夫，你能不能不让我做这个帮主啊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只要你当帮主，就帮你找到娘。我让陈堂主把花姑娘放了。啊，放了？那挺好。啊？你看，当帮主不是很容易吗？一点也不容易。难道你不想找到你娘吗？我可以自己找。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这样吧，我们再商量。属下先告退。贝先生，先生，
救我！你怎么了？中毒了。中毒？来来。喂，傻子，傻子。谁啊？还不快出来！出去做什么？哈，既然好了，还不快离开这里啊！贝大夫不让我出去。喂，谁不让你出去？贝大夫说不让我出去。我偏要带你出去，走。哎，哎，哎，你们要去哪儿？要你管。别理他，走。帮主，贝大夫说了，你不能出去的。是谁告诉你的？他不能出去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啊，偏要带他出去。走开！不行，这帮主，帮主，嘿，太不听话了！那个死丫头，臭丫头！你干嘛？你带我去哪儿啊？跟我来。他都对你这样了，你干嘛还那么听他的呀？贝大夫对我很好啊，他治好了我的病。你假装的？什么假装的？就是骗他呀。哎哎，骗人可不好。你就装吧，你装的可真像。不过你喝了爷爷的酒真的好多了。啊，那天是你救了我。干嘛呀，一惊一乍的。那天是你喂我的酒。嗯，谢谢你啊。那你要怎么谢我呀？怎么谢啊？我就要这棵树上的花。哇，这么高啊，我可够不着。不管，我就要这棵树上的花。那个，啊！
哎，你没事吧？快起来！呀，我，哎，等等我，先生，我喝了帮主给我的茶。肚子疼得要命啊！你是说帮主给你下毒？他早就看我不顺眼了，今天对我特别客气。特别客气？伸舌头！你哪有中毒？没有。怎么回事？他不在房间。那杯子是被谁打碎的呢？先生。我肚子好像不疼了。去盯紧帮主，寸步不离。是。好姐姐，你真的认错人了。叫我什么？好姐姐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在外面是不是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？天天喊着姐姐姐姐，喊习惯了吧？是有一个。你快说，那个女人是谁？你快说！掐死了，掐死了，掐死了！我不跟你玩了。撇开我，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你快告诉我，那个贱女人是谁？只有一个，就睡在我屋外面。我要杀了她！是世界妹妹，是世界妹妹。好疼！弄疼你了吧？疼。谁让你满嘴胡话的？口口声声叫人家姐姐姐姐的，你乖乖听话，我就不拧你了。可是我娘说了，叫人家姐姐是尊重人家，难道我错了吗？你几时跟我客气过呀？怎么了？嫌疼啊？那耳朵给你拧。看什么？我。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石帮主，我是狗杂种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叫什么。你怎么还装啊你？你信不信？我一刀捅死你啊！帮主，陈堂主，陈堂主，刚才那个姑娘你认识她吗？你们不是天天在一块玩吗？叮叮当当！你干嘛还追来啊？你别走嘛！呀，干什么呀？你刚才可是气死我了！你生气，生气的应该是我吧？好啦，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错了。哎呦，我们逃走好不好？现在还不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走不了？你也看到了。这么多人盯着我，我怎么走啊？想办法呀！我还有事情要办。哎呦，可是人家每天都好担心你啊！万一那个赏善罚恶令来了，你要怎么办啊？赏善罚恶令？我才不怕什么赏善罚恶令呢！哼，可是前几天你可不是这样。叮叮当当，如果我有一天真傻了。你还喜欢我吗？
傻子拿来做什么呀？如果你要是真傻了，我就把你丢到江里去喂鱼喂王八。哎，那咱俩说定了啊，如果我哪天真傻了，你就把我拿去喂鱼喂王八。行了，我先走了啊。不许走。我答应你，我办完事情就来找你，好不好？那你可答应我一定要没事啊。放心吧，啊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让你当寡妇的。哎呦，占我便宜啊，谁要当寡妇啊？你最乖了。就是那个穿叮叮当当衣服的女孩。哦，帮主，你要小心她。为什么？她爷爷是江湖上有名的杀人不眨眼的老魔头。啊，真的？真的。所以她说的话千万不要相信。可是她对我很好啊。帮主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懂吗？不懂。那帮主，没事了，我先告退。贝先生慢走。长乐帮人多势众，千万不可大意，一定要万事小心。师兄，师兄弟们全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一句话。那客栈那边怎么样了？白师兄放心，已经派人通知黑白双剑了。我们一定要比他们早一些到，找到长乐帮。是是，师兄。这是你最爱喝的粥了。哎，你这是在干嘛？师姐妹妹。哦，谢谢你，我要走了。你要走了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我娘。不行，你不能走。以前在摩天崖，我要是会飞早走了。你会飞？哎，帮主。
不能走，贝大夫，出事儿了，世界妹妹，你不能走，我不让你走，哎，绝对不能走。哎呀，贝大夫，帮主他要走，你看啊。时间，你到后厨准备几个小菜。我跟帮主喝两杯酒。你不要让他走啊。去准备吧。是。我走了啊，你别走。不要走啊。帮主真的要离开。我正准备传令下去，既然帮主要走的话，这个就用不着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本帮十帮主号令本帮弟子寻找狗杂种的母亲。哎，真的？这个号令只要发下去，本帮数万名弟子就会一齐行动。要找到帮主的母亲，比你一个人去找要容易得多。嗯。哎呀，只可惜啊，我们留不住你。你不愿意当帮主，这东西就没用了。啊，不！贝大夫。我是个大夫，我的眼睛能看透人的五脏六腑，在我看来你并不愚笨，对吧？嗯。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该知道怎么做。当时帮主找我娘，可是这个